每周五讲问答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行动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敌人都是自己。打败我之前，你哪儿也去不了。哼，你还差得远。到此为止了吗？杀！永别了。滚！上分车队 OK OK 来，大胆的往前顶，就是这，我来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再见朋友，这你有话说。掉分车队，往这边走，发起进攻，我的朋友，冲冲冲冲冲，就杀他，快快快快，啊哈，这你自己闯进来的。哎，打死我也想不到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能够同时培养出你们二位。快餐车队，来占个痛快，远程消耗，了解一下。你有想法？哟呵，然后呢？啊？哟呵，我有点慌。讲道理，接受法律制裁。啊，拐了啊，拐了。他突然瑟瑟发抖，不知道自己该干嘛。这也太逗了，聊狗了好吧。婴儿车队，哟呵，到脸上来。你必须，我前往宇智一站嘛。灵性口味，自我吃烤鸭。刚才追我是吧，小老弟，发起进攻。来，对点呐，兄弟。你跑个鬼跑！我是走到哪杀到哪的。想与天才一战，我笑死 MVP 你所当然。去去去，别拿那些零杠零的混子边路来代表我们，对抗路要的就是真刀真枪才够劲啊！你说是不是啊，马超兄？万无一失，来嘛，与我一战。很好，很有精神，看看我们的成吨的伤害，直叫其他人好生羡慕啊！瞧瞧这个拉扯，瞧瞧这个爆发，这拳拳到肉的打击感，这才是高手之间的互相博弈。最主要的，即使我比你低了1500的经济，我依然毫不退缩半步。呀，你的招数都用完了吧？就让我用我的第二个大招，华丽的收尾吧。这就是对抗的魅，王者审判。
待ってました。スーパーお風呂タイム。洗え洗え左右、はいはい、洗え洗え上と下、そこしっかり洗え裏表、うん、しっかり入れ123、はい、お風呂は好きか大好き、お顔ピカピカ、お肌ツルツル、お風呂は最高。いいね。六八八，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